我们上一集说到呢，李渊父子指挥军队呢进攻长安，过程啊虽然比较艰苦，因为长安毕竟是个坚城嘛，但最终呢还是把长安城给攻破了。李渊呢毕竟也是隋朝啊，你想的高等贵族出身啊、很有教养，就不像当时啊隋朝一般的啊那些山贼啊盗寇出身的那些队伍呢，攻占城市之后呢，大肆奸淫抢掠，所以说长安城呢，这百姓还比较幸运，安堵如故。但毕竟啊，痛恨隋朝这些官员，什么主张守城的殷世师啊，这些人，啊，平城抵抗，又恨呢这些隋官啊，奉这个隋炀帝的命令呢，把自己家的几代祖坟都给刨了。所以说李渊入城之后呢，还是把当时主张守城的那几个隋朝的大官啊都宰掉了，都杀了。当然了，那隋朝的忠臣魏文生呢，他这个长安城被攻破前呢已经病死了，所以至于其余的那些官员啊，就所谓的于无所问，就是也没有继续追究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罪责吧。自此呢，这个众将就推李渊为尊，就希望他直接啊您就当皇帝算了。但当时这位唐公，就这时还是隋朝的唐公啊，绝对是老奸巨猾之人，依旧推脱观望，他就暂时呢拥立那个少年那个代王杨佑为帝，就是隋炀帝的孙子，改大业年号为义宁元年，这年就是公元617年。当时杨广啊，隋炀帝还活着，就遥尊他为太上皇。因为你立他孙子，你不能说把他爷爷就变成一个什么坏蛋了什么的，就是反正是表面上吧，做足了仁义的这种宣传功夫。李渊呢，他就以杨佑的名义任命自己为啊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还晋封唐王，一举攻克隋朝的政治首都长安啊。李渊啊，内心绝对是特别特别高兴，情不自禁，大喜。但李渊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老成之人，善于忍，依旧来端着，他不急于马上称帝。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毕竟隋炀帝啊，这隋朝正统的皇帝，人还在江都全时全以活着呢，而且天下英雄四起，说句不好听点的话，他当时只是大隋境内驻贼当中的一支。现在呢，他自己依旧追隋朝的这个正朔，好歹呢，他先找个诸侯的感觉，我现在是唐王了嘛。这个史书上怎么写呢？少帝以帝功德日茂，天力有归，欲行禅让之礼，乃下诏命为相国，加九次。这个少帝就指这杨佑了。你看李渊唐王功德这么大，天命有归啊，就想就是把这个帝位禅让给他。唐臣，你看这个史书是唐朝臣子自己写的，他以少帝为主语，完全实际上就是文字游戏。我们想一想，当时13岁这么一个长于深宫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主宰整个事情，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完全是一步一步呢，还是由李渊及其属下来操纵。表演到位啊，李渊推让数次，我这个皇帝我不当，而且还满朝的文武大臣就对这些人讲，魏氏以来革命不少，鸿儒硕学，世有名臣，左命兴皇，皆行善待，不量功业之本，唯崇一让之荣，上下相蒙，随为固实，魏晋宋齐为祸以甚，拖延之事须知得失。就是你看自从曹魏以来这么多的名臣，这么多那个什么，都以这个革命为所谓的革命，就改朝换代了，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么大的功业，就开始从魏晋包括宋齐南朝以来都是这样假模假式的，然后呢就把别人的朝代给篡了。你看当时他说这句话好像还挺掏心窝子，好像还挺公正。表面上看呢，李渊这个确实是大实话，也是发自肺腑。好，他这一说弄得那帮劝进啊，就劝他当皇帝的恭卿大臣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了。即便如此，李渊实际上当时已经是胸有成竹，他当时就私下对他亲近人讲，就包括他那几个儿子，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关行事颇似汉高祖，
我们想一想，他说这个，你看天下已经被我占了三分之二了，而且我入关当时这种事态就跟当年汉高祖一样，他就以刘邦自居了。可见呢，当时李渊的胸怀肯定不会满足只当一个相国。公元618年四月，忽然有消息传来，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给弑了，弑杀了，被人给勒死了。得知此事之后呢，李渊内心大喜，但当时呢依旧是一脸哀容，和那个少帝隋炀帝的这个孙子杨佑在大兴后殿为隋炀帝举哀。追悼会嘛，在这个追悼会上呢，李渊是哭之甚哀。实际上我们现在一想呢，绝对都是演戏，边哭还边嚷嚷，我为人臣不能不感到悲痛。所以说这个李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确实他也有这个上家演员的这样的这种本能，拿捏特别到位，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让人不得不服。史臣呢又讲这个其后的经过了。少帝年未圣衣，不经师父，长于妇人之手，时事茫然，既知炀帝不存，唯求遣训。什么意思呢？就是杨佑啊，这个当时就还13、14岁嘛，而且从来没有被师父教导过，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对于当时的政事一片茫然。现在知道他爷爷隋炀帝被人害了，所以说就只求着把帝位让给李渊。唐朝臣子编那个此书这样说，实际上完全没道理。我们想一想，霍光甫汉朝的这个少帝，当时还是襁褓小儿呢，依旧呢护持宝玉，这个成年礼之后呢，就把自己权力交给那少帝。而当时这个少帝杨佑呢，已经14岁了。你想，当时按照北朝的那个风俗，那北朝的风俗好，14岁呢，有那皇帝还有那王爷都已经生俩孩子了。他即使是按照南朝的礼节啊，到了这个16岁也可以行成人礼了，所以说就已经少年人了。我们想康熙他那夺权时候多大？因此呢，唐朝使臣当时这种说法非常勉强，而且又说他未经师父，就好像没经过教训，没经过师父的教导，这更不可能。你想隋炀帝这个人特关心礼仪，特关心文化，肯定是4、5岁都已经给这个王爷，给他这个孙子，肯定早就请那个名，就是名儒啊、素儒啊来给他当师父了，肯定基本上什么儒家的学说好多还懂得，说不定还挺透彻。最关键的时候呢，当时呢隋炀帝已经死了，所以说对于李渊来讲呢，他最大的心病已经除掉了，就是隋朝的那个象征意义这个皇帝啊。虽然说当时隋炀帝在那个江都，但是毕竟他是皇帝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死了，他就觉得哎，这块这个心头的隐患除掉了。而且呢，当时国内各路英雄哎都已经称王称帝了，洛阳的王世充呢又把杨佑的弟弟越王杨桐立为傀儡皇帝了，哎，这个时候呢李渊就觉得时机哎成熟了，该他自己披挂上场了。因此呢，公元618年五月，以隋朝少帝的名义，哎，发诏书，就把帝位呢禅让给唐国这个唐王。而且此外呢，还有文武将佐裴寂等2000人不谋同辞，相率上书劝进。你说这帮人也不怕浪费这个纸张和这个筹捐，还个个都写东西。我当年读这个历史原文啊，就看见这不谋同辞四个字就差点笑出声来。所以说历史有时特别好玩，你说看见过不要脸的，真没看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说你窜就窜了，这个导演就导演了，非要说这个所有的公卿大臣，包括隋朝原先的这些大臣们将帅们不谋而合，众口一词，这个说说你即使弱智你都不会相信。为了更让人相信李渊呢当皇帝是天命所归，裴寂这些大臣在朝堂之上当了满朝文武，絮絮叨叨，大背高颂歌谣诗称，就把近些年来流传于市面上的不管真真假假，实际上好多他们自己当时也自己编出来了，都推出来了，什么鸾海十八子、八景换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什么西北天山赵龙山、童子结星连北斗、什么18城男子洪水煮刀棒、什么李树起长长、深水没黄羊等等等等。反正呢当时就体现这样一个主题和主旨，什么呢？就我们李渊李大人唐王姓李的应天顺人，如果他不称帝天理难容。李渊呢当时也笑，这阵心情轻松啊，就说汉高祖当年讲的是诸侯所推，
称帝呢是为天下人民，事已至此，孤王也就不好再推让了。于是呢，阴历五月甲子，李渊在太极前殿登基了，改元武德。隋朝这个少帝杨佑，就是隋炀帝的孙子，逊位之后呢，就被封为西国公。一年之内呢，史上记载就因病而崩，时年15岁，他就被唐朝呢，追谥为恭帝。很显然呢，杨佑是非正常死亡。大伙儿知道，凡是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他的谥号是恭帝啊，是敬帝啊，这些皇帝，这基本上都是少年或者小孩，都是非正常死亡。就是恭敬，等于是恭恭敬敬的把这个国家的地位让出来的，这些大伙儿记住了，凡是这两个谥号，绝对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改朝换代，王朝易代，咱们就讲这个。你说把这个杨佑弄死，对于李唐王朝来讲，是不是罪大恶极？还真不是，绝对不是大恶之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天下未定，当时人人乘乱而起，如果有人趁着这个李唐王朝不注意，真正把这位少年给弄走了，打着兴复隋朝的旗号，那我不知道又会死多少人命。你包括我们后来你知道那个，你看清朝那逊帝溥仪，最后被日本人给偷走了，你看最后又建立伪满洲国，弄出多少事儿来。与之相比呢，我们反观这个少帝杨佑在洛阳的一亩地越王杨桐，他就被王世充呢也是立为幌子皇帝，历史上称为他皇太主，因为他年号叫皇太。这位少年呢，更是美姿仪，性宽厚啊，这个史书上记载的特别聪明的一少年。而且起先呢，他还想很有就一番作为这个打算，他这好遗传啊，无论是情商智商都是挺高。王世充呢是个大奸之人，当然不会任其这个少年他真正做主呢。不久呢，王世充自己想称帝，就派他的侄子王行本带着毒酒去毒杀这位少年皇帝杨桐。杨桐呢自知当时免不了祸，哀请临死之前呢与他亲生的这个母亲相见，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呢，这位少年焚香礼佛，发誓从今以后愿生生之世世不生帝王君贵之家。喝了毒药之后呢，当时还不能马上死，估计那毒量不够，就这个王世充那个侄子王行本呢，用铂金呢就把这个少年给勒死了，等于是跟他祖父隋炀帝杨广是一个死法。李渊登基之后呢，就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呢为齐王。所以说半由人事半由天，这些儿子绝对是如龙如虎，数年之间呢一统天下。武德元年底，公元618年，李世民平灭削举的西秦，西秦就在今天甘肃武威一带。武德2年的河西建立梁国的李轨部下内讧，这哥们脑袋也就被送到长安了。武德3年呢，李世民打的刘武周逃亡到突厥，河东之地又归唐国。武德4年，李世民他的手下呢又把那夏王窦建德就给活捉了，又把这个洛阳城内龟缩在城内守城的王世充呢，最后逼得他也不得不投降。也同在一年呢，这个李孝恭还有李靖等人呢，就是唐朝的大将啊，还有宗室啊，联军击灭呢当时企图在江南兴复梁朝的萧衍，这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全部为唐朝所有。武德5年，李建成、李元吉又把这个窦建德的旧部刘黑塔等人给予致命打击，把这些这个头们都给处死了，把首级传送这个长安，就等于把河北这一带又给占领。武德6年呢，李世民又打败山东巡元郎等人。武德7年呢，江淮一带最后的割据英雄府公实也被伏杀了。所以说至此之后呢，大唐的江山一统。这个时候呢，周围的什么高句丽啊、百济啊、新罗啊，这些小国也纷纷来拜，等于是都被大唐呢封为国王。所有这一切功勋呢，虽然都是他那几个英雄的儿子包括各位能干的个将领他们成就的，但平心而论，如果当时没有李渊的作为皇帝的这种英明的领导这个事情也不可能达成。
武德八年呢，老皇帝李渊觉得大功告成，便在终南山造太和宫，准备住进新修的宫殿来颐养天年了，就享受这个胜利大果实。武德九年阴历六月庚申，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呢，杀掉他同奶同胞的这个大哥李建成，还有四弟李元吉，这三个人都是同父同母了，诛除十个年少的侄子，全杀了。一日之内呢，二子十孙横死，这老英雄李渊惊悸惶恐，绝对不亚于当年病榻上的隋文帝。毕竟呢，李渊还是个聪明人，到了八月份呢，他就下诏传位给李世民。李老头呢，自为太上皇，然后呢，被迁居到什么呢？当时地势低洼的那弘毅宫，就是太安宫了。虽然两个儿子、十个孙子啊，都被他一个儿子那李世民都给弄死了。毕竟当国呢，依旧是自己亲儿子。所以贞观九年六月，公元635年，李渊呢才善终于太安宫，时年70。人生70古来稀啊，对于当时的隋唐时代人来讲，活到70岁还真挺不容易的。所以李渊这辈子呢，活得还算不错。唯一可惜的是呢，壮年时代这老哥们叱咤风云的事迹啊，都被他二儿子唐太宗啊，以及他属下那些刀笔吏、那些臣下呢，所遮掩了，他就没有在后世呢留下就类似汉高祖那样的这种魅力十足啊、高大威武的这种形象。另外呢，说到李渊，我们值得一提呢，就当属他两个最主要的两个所谓的元从功臣刘文静和裴寂。想当初太原起兵，我们想李渊啊，假称是高君雅、王威，就是他两个副手勾引突厥人嘛，急得当时这两个人跳脚大骂，就是造反的正是你李渊，难道你想杀我们二人不成？要知道当时啊，李渊这个话好多太原的那些文臣武将都不信，关键时刻正是刘文静是以第三者的姿态当众出班，义正辞严的怒斥这两个这个倒霉蛋，而且马上喝令旁边的那个太原府兵把这个高君雅还有这个姓王的哥们都给收捕了。如果当时刘文静当时他不出来，说不定那些人这犹豫，旁边有人在帮腔，很可能就把李渊给拿下。由此呢，当时这位隋朝的唐公最后才能成为唐朝皇帝，才能走出最为关键的一步。后来呢，你想刘文静这个人也属于豪气英雄，深入突厥虎狼之地，而且就是为李渊说通了这些人高马大的这些胡人来帮助李渊，消除了李唐啊这个政权进军关中之后的这种后顾之忧。再后呢，刘文静和隋朝的这个屈突通手下大将桑显和在潼关大战，丝毫不畏惧，击败了对手，平定新安以西的那些地方。李渊建立唐朝之后呢，就拜刘文静为纳言，挺大的官儿。然后呢，刘文静也是尽力辅佐，删定隋文帝时候那个开皇律为唐律，通行天下。不过呢，当薛举进侵这个行州的时候呢，刘文静在李世民手下呢，当做这个元帅府长史，等于是这个出军征力大败而还。幸运的时候呢，即使被除名了，但当时还是随李世民进军，就进攻薛举，最后把这个薛举给讨平了。又立有战功了，他爵位又等于是又恢复了，而且被这个李渊呢拜为民部尚书。在武德二年之后呢，唐朝建立了这个一两年了，刘文静就认为自己的才干都在裴寂之上，而且我又屡立军功，而官位呢反在从前这位老朋友裴寂他的下面，所以说心里特别不平。每次朝廷停议他就对这个裴寂就是大加指斥。所以这两位昔日亲密战友呢，两个人呢就有了过劲，而且不停地互相给对方下绊子。怨恨之下呢，刘文静有一次在喝酒之后高言，以刀击柱，大叫必杀裴寂。当时呢，刘文静的弟弟刘文启多事，那结果招惹祸端。刘文启就把那巫师找过来，在星下呢，就夜晚星星之下呢，披发衔刀为压胜之法那意思就是换上天把这个裴寂给弄死。正巧刘文静一个爱妾失宠了，你想那当时这个妇人也挺毒的，上告刘文静呢施行左道，诅咒朝廷。
李渊这个时候也不顾旧情，马上派人把刘文静兄弟两个人抓入大牢，而且就派裴寂、萧瑀等人审讯。刘文静呢，这个时候只承认啊，我自己因为居于裴寂之下，我心怀愿望，我酒醉狂言。他并不承认他自己有诅咒朝廷的这事情，确实也没有，是他弟弟干的，而他弟弟干也不是诅咒李氏王朝，而是诅咒那裴寂。此外呢，萧瑀等人就认为呢，刘文静呢他没有重罪，李世民呢和刘文静关系也特好，极力呢就是救援他，就声称这刘文静啊，刘叔叔这就定策大功啊，他肯定不敢谋反。但李渊本人的内心当中呢，对刘文静他所怀有这个文才武略非常忌惮。这个时候呢，老朋友裴寂又火上加油，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今若赦免文静，必为后患。哎，这句话正合李渊心意，马上下令斩杀刘文静、刘文琪兄弟，把他的家产都抄没了。因此呢，一代志士刘文静临行之前是抚胸而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死年呢才52岁。唐太宗继位之后呢，就恢复了刘文静的官爵，而且让他的儿子刘树益呢袭封鲁国公，还准备把公主嫁给他。但这刘树益呢和他哥哥刘树益啊，这两个人一个是义的义，一个是艺术的艺，这哥俩呢就是内心深深怨恨唐朝啊，对自己老刘家呢太过于寡恩了。不久呢谋反，结果呢被朝廷逮捕诛杀了。说完刘文静的下场，我们再说裴寂。由于他和李渊呢是旧相识，而且关系特别好，那是属于那种在一块喝酒啊，在一块这个招美人的这样那种关系。所以入关之后呢，晋封魏国公，你想一下就是公爵，赐良田千顷。唐高祖呢当了皇帝，前后左右最卖力的，哎，就属于这个裴寂。就皇帝的继位礼之后呢，李渊马上对这位这个老朋友就说什么呢？使我至此，公之立也。就指着帝座对他说，马上拜他为尚书右仆射，赏赐他金银财宝是不可胜计。这关系还好到什么地步呢？他李渊吃什么东西吗？他每天都派人把御膳送到裴寂家里，也让这哥们吃。李渊每次上朝，必引裴寂同坐。我估计那个谁啊，他也不敢跟李渊坐在一个榻上，就肯定就坐在旁边。下朝回宫呢，他马上就把裴寂请入卧内，他内宫言无不从，呼为裴剑而不明。他皇帝叫大臣本来是叫名字的，他就根本就不叫裴寂什么，裴剑。就是说当朝的那些贵臣没有人能受到这样的超格对待，就连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和殊荣。但裴寂这个人呢，本性怯懦，他有的谋才但无将才，只要出来打仗他就成草包。刘武周那些人进寇太原，他当时还自告奋勇，他为了这个刘文静什么看看你我也能打仗，率军前往，就一败再败，打了一路败了一路，所以说他还逃了一路。还朝之后呢，李渊也急啊，你损兵折将的，数了他一顿，而且还把他弄到监狱里关了两天，但很快就把他释放了。释放之后呢，李渊看着他越看越亲，所以这个老朋友之间的心气特别相通，他互相看见就舒坦，估计这两个人气场啊就特别的这种接近。所以说为此呢，就是说只要是裴寂不搞谋反什么的，这是什么败一点啊，什么紊乱朝政什么的，李渊都不会严惩他。武德六年呢，你看这个裴寂都已经尚书左仆射了，李渊还觉得不够，又特赐他一个特别高的权力。什么权力呢？他可以自己铸钱。你想这就太那什么，就类似于国库等于就是还有裴寂一份了。所以说君臣二人呢欢饮于含章殿。裴寂这个人啊，他非常知道满则溢这个道理，他毕竟是个文人嘛，就在那叩头喝的假装半醉，就说皇帝您就让我退休吧。李渊闻言呢，马上就是一下子气下沾巾哭了，说你不要走嘛，我们两个人再要一块儿能享受荣华富贵啊，恭维台司，您就当这个最大的这个宰相级的这个官员，我当太上皇，逍遥一代岂不快哉？吃饭喝酒之后呢，为了安慰这位老友，他马上又加封这个裴寂为司空，每天呢派这个尚书员外郎一个人就轮流到裴寂的府内啊值班伺候，
啊，就说你这不是觉得上朝麻烦吗？算了，我叫人到你府内啊去处理那些政事，啊，你到时签个名画个押就行了。唐太宗继位之后，那就一朝天子一朝臣，起先呢还表面上比较尊敬这个裴寂，不久呢这个裴寂又被牵涉到这和尚法雅那个妖言惑众这个案件当中，李世民这个时候就抓住这个岔口，对这位裴老叔不留情了，把他免官放归蒲州。不久呢，裴寂在老家就负气怨恨，还杀了先前劝他造反的一个妖人啊，叫信行的灭口。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唐太宗大怒，下令把裴寂整个全家西胶州禁锢。不久呢，又远流靖州。估计李世民有两件事情特别恨这位裴叔，一是呢他进谗言杀掉和这个李世民关系不错的刘文静。第二就是当年在太原起兵之前，唐太宗当时个小伙子本人低声下气奉迎巴结他，假输了不少金银财宝就给这位裴寂，所以说一直对他心存怨恨。所以说即使是帝王，但是常人的那种爱恨情仇啊，他帝王也不免。幸好呢，哎，他被流放到那些远的地方之后，当地土著造反，这个裴寂这老头呢，你甭看打这个正规军不行，打这些土贼他还挺在行，率领同仆呢就把那些土贼都给平灭了，立功赎罪。这个时候唐太宗得到消息之后，哎，又念及裴寂对他们唐家王朝有左命之功，就下诏调他回朝接着当官。毕竟呢路途遥远，你想胶州靖州多远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裴寂这个老头走到半道，加上气候又热又不好，就染病死了，时年60岁。我们想一想，裴寂作为大唐的开国功臣，下场还真不算坏。死后呢又被唐朝追谥为河东郡公，还是公爵。他的儿子裴律师呢还娶了这个太宗的这个妹妹临海长公主为妻。但记住了，这个律师不是职务，是人名，因为当时还没有律师这个专业称谓。不过呢到了裴寂的孙子，哎，这个裴承先下场就不好了，在武则天时代被酷吏，哎，诬以罪名给诛杀了，哎，一家全给弄死了。所以说呢这位大唐的一代元勋功臣到他孙子那辈呢就绝嗣了。